距离要比肩略宽，预备口令后，在百米项目里，起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尤其对于后程偏弱势的亚洲选手来说，起跑尤其关键。现在全世界都在采用这种蹲踞式起跑，这种起跑动作缩短了重心移动的距离，惯用脚一侧是前置踏板，距离起跑器前端一般是一脚的距离。 蹬地角度在60到80度之间，双手支撑距离要比肩略宽。预备口令后，提臀要高于双肩，重心前移，预备。 老段，你这个可太帅了啊！你这个绝对不亚于那些抱着吉他唱情歌的。你还能再俗点吗？段成，你教我吧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但我的专项是跳高，短跑可能不太专业。没事儿，你好好教就行。行。行了，距离下课时间还有十几分钟，我们分为两组，女生一组，男生一组。 女孩交给你了，啊，好好辅导啊，段老师，别糊弄人家。来吧，男孩跟我来。下课了，回去吧。教练。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干嘛？你别动，等我一下。教练接着。抽风啊你！我们也挺有默契的。哎，代沟啊！年轻人的世界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 姐姐，你几岁？18。怎么了？眼睛好像就灰了。你别动它，你别揉，你过来坐会儿。别揉，坐。 你要帮我弄吗？轻一点。我知道，会很轻的。别动啊，最好别动，闭上眼睛。 教练，你过分了！天太热，帮你凉快凉快。我明天家训可以提前1个小时吗？